备舞蹈比赛开始。各方高手是不是认真的要比了？很厉害，是认真的要比了。为什么大家今天可以有这么多高手来？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奖金不得了了，这是真的多的，真的多的，这是真的多了，千呼万唤使出来，每一次我们都有点这个骗人的感觉，对，久了大家不相信我们了。请看有多少钱？哇塞！奖杯一座，还有奖杯一座，奖杯一座，还有电影票，电影票怎么送那么多啊？你看看，还有那个红布电影票啊，这个战神世纪哦 ，Immortals 这个也送给大家，都送给刘璇也一起送给大家，送他 ，Yes， 没有啦，他送那么多东西啊，就这样子。今天有四组团体要来好好的 PK 啦。首先，请问大家对于爱跳舞或是热舞社的同学有什么印象呢？来，林轩。对啊，因为像高中生跟大学生的热舞社，他们常常在惩罚前一个礼拜都是熬夜练舞，然后都没有睡到觉。霍尔，我觉得就是深藏不露，像有些人真的都是看不太出来。你看像虎牙，他其实很会跳。还有我们班有一个很厉害的人，我们一直都没有发现。谁？阿亮。阿亮下的。阿亮。秀一下，秀一下。你会跳舞？对啊。哪一种舞蹈？什么时候事情？截至目前为止。二。哎呦。真的。原住民之光哎，对啊，跳跳啊！哇塞，阿亮，所以你一开始到底是唱歌还是跳舞啊？没有，跳舞是我小学的时候，然后看录影带，然后跟一堆大哥哥大姐姐学的。然后后来觉得怕长不高，我就不跳了。连我们的蝙蝠侠都是 B boy 啦。今天呢，既然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式、专业而且厉害的比赛呢，我们请来三位评审老师，都是一个比一个厉害，专业级的。首先欢迎我们的大俊老师。哎呦，来一段，老师厉害了。哎呦，哇塞，好帅！好帅啊！哇塞！掌声鼓励！接下来第二位我们厉害的评审老师是非常性感、非常火辣的 Kimmy 侯老师。哇！我的天啊！好香，又来了，好香！哇！好辣，好辣！半透明，半透明！哇！好会利用头发！滚去，滚去！真的，是的。接下来第三位评审老师，号称我们舞蹈界的木村拓哉，我们的爱豆老师，帅帅帅！哎，哇，哦，厉害了！哦吼！老师没有拿一些绝招吗？对啊，没有 gas 你吗？奇怪，感觉酷哦！谢谢，动作又加快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有这个好几组呢，各方的高手，以及包括我们大学生的班底里面的几位学生呢，都会参与这一次的比赛啦。哦，那这个啊，我们评审的部分呢，从创意、舞蹈编排跟音乐的部分呢，啊，会来评分。那另外呢，我们大学生呢，也可以做这个人气的投票。马上就要进行这个第一组，就是由我们各校热舞社前社长组成的 ZA 男子舞蹈团。由各大学校热舞社社长所组成的 Zion， 在舞蹈界可是获得多项舞蹈大赛的常胜军哦。而今天他们的表现到底如何呢？哇，帅！哦！哎呦，社长哦！小舅，小舅！帅气！又是正身，再不要脚，必胜会有。
care what squad you with, cause a real nigga don't need sponsorship. And a posse don't make me hard. I'm a leader, so I gotta play these cards and face these odds.跟大家报告一下，来，白胖，白胖都贴反了，白胖，来来，我帮你穿。因为白胖是熟面孔啊，好久不见了，白胖。其实今天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来参赛，白胖？就是再次回来，还蛮新鲜的。你们是哪几间学校的社长啊？来来，从来来介绍一下，介绍一下。我以前是中原大学的社长。哦，中原大学的，哎，谁？我建中热舞社。建中热舞社的杰弟的。中央大学热舞社。啊？中央大学热舞社。中央大学。世新大学热舞社。哦，世新，白胖。我华盛顿高中。华盛顿高中没有啦，我大学没有当社长，我大学当总招啦。哦，总招厉害厉害，水准都不错啦。对啊，评审要讲评的。评审老师，大学老师。以整体的编排的话，因为他们会有的分组啊，那个东西会太容易被大家猜到接下来要干嘛，所以这个地方如果再特别一点的话，就会更棒。评审要求的很细呢。对啊，专业。Kimiko 老师。其实我比较挑剔一点的地方是在于啊，我觉得够厉害的时候啊，很多时候你的小细节就会被放大。那特别他们又都是前任社长，我觉得大家会以高标来看他们。那我刚刚其实一直不能明白，就是鞋子怎么，其实这样看，他其实我觉得这个会哦，因为当你大家边那边哦是纳豆，这是我的。我想要最怪的怎么在那边？原来是纳豆，就是纳豆。有一个对，当他们的颜色，然后还有他们在做动作，因为他们有很多抬手的时候会看到他们的裤头。那其实当你都是90分的时候啊，我觉得这一些细节都会在意，变成是你视觉上的舒服度。对啦 ，Calvin Klein 吗？哦，不是一定要会整齐啦，不一定要这么的物质，但是它可以经过设计，因为包含像刚老师在讲，他们在走队形的时候，如果他的手抬起来，这边也是五个颜色。色，他在换队形的时候，他也是有一点变化的感觉哦。对，那这些小细节可以让他们可能就是脱颖而出，变95分。从小细节可以，从内裤可以看出他们感情好不好，对不对？也是同样的风格，同一条。那 Ado 老师觉得，先给他们一个评语是帅，因为我一直很喜欢穿着西装跳 popping， 感觉很好。然后一个点很漂亮，是他们三个情绪转轴，三段音乐都做得很漂亮。然后因为其实我看过他们跳舞，在某一个比赛他们拿过冠军。然后我会觉得其实今天的表现应该要更好才对。对，好像今天哪里身体不太对劲，对，放不开，应该说放不够轻松了。对对对，身体比较僵硬，所以放不开。那我们还感到蛮荣幸，对啊，就是看中我们节目才会比较紧张，是是是，是不是？嗯。不过其实真的在跳这个，
对 popping 的时候，老师有没有什么小细节要特别注意？可以下来示范一下。啊，其实我不是专攻 popping， 所以我不敢讲太多。对，那 popping 当然一个正点嘛，就是正点是主轴。嗯嗯、那你在做任何题的时候，对，有是电到的感觉。对啊，这怎么做到的？好正哦，好正哦。太正了，比你行李还重，哎呦，有通电是不是？是，连环阵，你看看。对呀、啊，来，我们的这个一挺，来，一挺下来练一下，刘星宽来。对呀、啊，他们都会跳舞的。试试看，就是他其实主要力量用在手踝这里，手踝哦。如果大家小时候有玩过昂阿仙的话，应该知道，你推用这样推的力量，再来手肘的肌肉做一点旋转，再来你拉背，试着放松，让它轻松的再瞬间，有点像抽鞭子竹子打人的感觉。是不是要瘦子才能正成这样？不会，也不一定哎。其实有多一点肉，感觉会更好。哦，那个震动会比较大。真的被鞭子抽到了。被鞭子抽到了。对。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那种都是社长，可是白胖为什么在里面？因为我们团看起来太窄了，所以找一点帅的一点打衬托我。最帅的喽，不要这样。这边好几个啊，可以换的。一婷啊，都很帅啊，杰弟啊。对啊，对啊。所以这样衬托我们比较帅就对了。那好，